真香啊！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啊！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火坡镇这个林家嘴沙地萝卜种植基地啊。这个林家嘴的沙地萝卜在我们县里面还是相当有名的。然后现在又是到了冬季吃吊锅的时候，我们这里边的人都喜欢用这个萝卜切了当做这个锅底。我们今天就先摘一点回去，晚上直接搞来吃一下。今天我们摘的是我们这个老乡朋友家里面的啊，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好像也可以啊，直接就这么拔了。这个看起来不错，哎呀，好过瘾，哈哈哈。哎呀，这动作可以。哎呀。这么多，才切一个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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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来的？不用啊，那转不好几了，转不好几了，那好些。那印子还不要，不带广场萝卜。广场萝卜也转不好几了。广场萝卜不带了，哎，把印子觉得不要，不带了。啊？印子觉得不要。我蛋白全部熬啊。哦，有熬也可以。哎呀，有这种。有这种，我跟听了。不是，我跟听。哎呀，来点。叶子拿去搞下去喂鸭子，还不知道鸭子吃不吃。这个叶子上面会有一点点小刺。哎呀，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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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鱼糕啊，是我们荆州的特产啊，这跟我们这边肉糕做法有点类似，但是又不一样。今天晚上我们把它下火锅。老米酒当然少不了啊，吊锅老米酒。往旁边热一下，现在待会儿口感好一点。放鱼糕，鱼丸子，都是荆州的鱼丸。哎呀，腊肉烤起来，哇，撒一点这个椒圈，好，吃吃的可以吃的。来试试一下这个鱼糕怎么样？我还没吃过了，好像。妈，可以先尝一下这个鱼糕。可以。嗯，好吃。夹起来行。好不好吃，晴晴？好吃。好吃，多吃点。这个夹不烂呢。夹不烂，有弹性 ，QQ 弹是吧？这骨头怎么这么大？哇！我记得我剁开了呀。直接抱着啃吧。这只能抱着啃了，这么大地儿，只能搞手来了。哎呀，
哎呀，这腊肉可太香了，真香啊！哦，对的，这下面就是我们今天弄的拔的萝卜呀。那你婆婆，家人们去拔萝卜啦！啊，对呀、没事没事，下次你放假了，我们还去。对，你看这个萝卜真的好吃啊，我刚才尝了一块，你先吃一下。这真的是现拔的萝卜，新鲜萝卜。超级新鲜。超级新鲜。我先把我碗里也吃。可以哈。这萝卜是吧？